老婆，她就是我的小野人，，Kit 都是她比较辛苦一点，比较没有人照顾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野生动物只有 Rita 养得起，养得真好。到了，他们在后面，这里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来，进来。健哥太快了，太快了吧！我们这里合照一下，健哥，那给我们30秒。怎么样？腰太酸，腰太酸了。哦，你们看这个，这一个有没有？哦，有，我有看节目。对，你们两个来看一下，就这一个。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这个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整个全台湾到处这样绕。哦，去过非常多的地方。我们前面几季啊，我们是做了一个能留住一些地标。对。哦，所以这个其实环岛蛮有意义的。哎，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三季就是在各个点做装置艺术，然后这个我们得把它串起来。嗯。然后那个在这个8年里面啊 ，Kit 的艺能事业一路歌扶摇而直上，对，成绩越来越好。谢谢。哎。观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这是爸爸嘛？哎呀，爸爸啦。啊，妈妈，你家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他妈妈，也是我妈妈，对，他的爸爸也是我爸爸。哎呦，太温暖老婆，他就是我的小野人。谁来了？很辛苦啦，以前啊，这个Kit 都是他比较辛苦一点，比较没有人照顾。对不对？啊，这种野生动物只有 Rita 养得起，哎，真的，好，养得真好，哎，养得真好，我跟很久哎，很久啊，跟很久，是啊，很久，他跟我们，你们跟我说，对，这干嘛搞成这样子啦？对啊，坐一下，接，哎呦，其实刚刚看到是有点感动，然后没想到那个我的那个丈人，老丈人，对，岳父岳母，就也特地过来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蛮幸福的，因为就是人家都很在意，比如说自己的爸妈或者是岳父岳母好不好，我的是最好的这样。哦，对，差不多很爱我。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吼绩优股，刚看了一下那个 Kit 的爸爸跟妈妈，一看就知道。也都非常善良，多益人啦，没有在自己讲的，没有自己讲。哎，阿里山多益我共得啊，多益我共得啊。我惊讲讲我干不老实。然后呢 ，Kit 的爸爸啊，刚其实眼眶里面都泛着泪光，看着儿子有成就，有没有努力有成绩啦？谢谢王很大，对，我以为宪哥生日是一件很屌事，没有啦，我们的没想到我们到花莲，你们送给我的礼物才是真正的。Intoxicated by your side, nothing in the world gonna be this high. 老婆，哎呦，哇，哎，你好，本来他不让我们来，我们说我们只有7、8个人，对啊，跟老婆抱一下，没有，是只有我可以抱啦。好，哎，小飞哥，继续走哈。哎，我不会经过我家哎。啊，真的？对啊。再跟我们讲一下在哪？新家吗？新家叫老婆出来打招呼。哎呦。经过就好，经过就打个招呼，就是拜拜。没有啊，可以，没事啊，我们等你啊。对啊，至少抱一下嘛。对啊，都来了。就不会啊，很快啦，只有八个人，每一个人抱一下很快。对啊。哎，不是啊。突然觉得我们跟出来干嘛？对啊。喂。喂。我老婆这个抱。老
婆。哎呦，哇塞，嘿嘿 ，Hello， 可以停下来，可以啊，放风放风，停下来停下来，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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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哈哈，你妈妈你妈妈，来看一下，本来他不让我们来，我们说我们只有七八个人，对啊，跟老婆抱一下，一没有是只有我可以抱了，他说不行啊，好，我们要回那个台北了，黑啦。对，我们要去了。那我们就来台北了哈。拜拜。小飞哥，好好。小飞哥，继续走哈。小飞哥走是？我们绕到基隆，然后绕回台北的。骑太慢了，骑太慢了。好，团长再见。好，谢谢小飞哥。走了，拜拜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